2008年1月18号，睡得跟狗一样。松罗国家步道，成员有。你有没有虚报年龄？你一定有虚报年龄。还有成员有谁？还有我，还有还有我嘞，还有那个再来，年轻当老的江狗，还有我，耶，小鸡，这里是松罗国家步道入口。啊，这一个就是国家步道里面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很舒服。我要去喂鱼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在。步道的入口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一直走到这儿，再走到这儿。那至于再走到这儿，这一段我们是不会走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打算走到松罗吊桥。步道呢，全长2公里，往返时间120分钟。